我还是想跟华阳侯禀报一下治水的事儿。本侯也有一个治水良方。活人祭祀现在开始。我觉得他合适。把这个绑起来。不，你们干什么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！救命啊！用活人来祭江神，这太愚蠢了。那你有什么好的方法？一二走，让他走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把他给我带回来。滚滚岷江从美丽的阿坝州汹涌而下，一路穿山越岭，注入川西平原。亿万年的沧桑巨变，让它孕育了灿烂于世的巴蜀文明，却也常常泛滥成灾，让人难以驯服。哪有孩子？孩子呢？孩子在哪儿？我抱出去！快！再不走淹死了！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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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。此次穿越，成员们回到2000多年前的东江堰，体验蜀地百姓辛酸疾苦。好几天没吃饭了，大爷，大爷，给点吃的吧，大爷。行行好，给我点吃的吧。不要走，不要走，给点吃的吧，亲亲好。我的妈呀，我们穿越这时代到这儿也太苦了吧？怎么的了？本人是蜀郡太守李冰，以冯雷为首的郡卫组跟随蜀郡太守李冰开尖山、建鱼嘴、修两江，迎难而上，治理水患，造福一方，引浩浩岷江顺流而下，灌溉成都平原，沃野千里。而以小宝为首的民夫组，他们赋税沉重，惨被剥削，捕鼠晒粮，烧火做饭。不过侯府厨房欢乐多，面对管家的重重刁难，帮我把菜板洗洗行吗？他们却苦中作乐了起来。怎么困了你？胆子太大了，还叫我给你打下手？那谁给我打下手？我是大厨啊，我得有人给我打下手啊。你刮条鱼鳞用这么长时间，你还大厨？哎呦我天，我能把这鱼鳞刮干就不错了。哎呦我的天，用过一碗桶一下，我桶帮我帮我帮一碗伸一把手。我感觉我睁不开眼了，我天。哎呀，小宝和常元组的元宝剧场就上演了一段相声螃蟹杂谈。他们说螃蟹就是到大禹治水那会儿，是在那会儿产生的。为啥呀？有好多螃蟹爬到沟里面扎他们的脚，然后大禹就想了个办法，把沟里面这些东西都烧掉。烧结果烧完又闻特别香，完了当时有个人正饿了，把里面一，嘿，怎么的？哎，肉我尝尝。大禹掰了一腿一尝，嘿，这帮人就一起扒了这螃蟹，他们一起咬一口，嘿，哇！惊天动地这么一声嘿，把那些要螃蟹没螃蟹的螃蟹都吓跑了，你知道吧？还是做成了这四个菜，还剩一个鸡汤在外边炖着。你们三个先休息，你跟我走。干嘛去？管家单独把常远叫走，是不是要给常远讲讲规矩呢？跪下！民妇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的晚餐，能不能符合李冰大人的胃口？深陷侯府鸿门宴，李冰和郡卫组又如何见招拆招？本期穿越华阳侯八位成员继续踏上拜水问道的寻根之旅，回望这片蜀地人民的精神故乡。干嘛去啊？到底？怎么的？到这儿就行了。什么？弄回去了？跪下。什么玩意儿？跪下。干嘛跪下呀？等会儿伺候人家脱鞋呀。
我跪着给人家脱鞋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你凭什么呀？你我做了一下午饭，完你让我跪着给人脱鞋是吗？来，你过来。怎么了？你是个苦役，你知不知道？不是苦役就得跪着给人脱鞋？苦役就得跪着给人脱鞋？为什么呀？因为里边干干净净的，不能穿着鞋进去，明白吗？完还得有人给他们脱。对呀、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要跪着，你要不是管家吧，我这。然后呢？跪着。哎呀，哎，哎呀，往前来点。哪那么些穷事儿？再往前来点。不是，你就告诉我跪哪儿不完？跪这儿。行。哎，演示一遍啊。嗯。等会儿啊，这个宾客来了以后。嗯，就走上来，嗯，走上来到这儿，嗯，我懂了，我不用，我懂了，我一会儿给他们脱不就完了吗？你这演习一遍，这怎么还听不明白话呢？你等着呢，大卫，再来一次啊！哎呀，好，看着啊，李明大人和其他宾客都来了，好，哎，来了以后，哎。嗯嘿，你看看，哎，对了，哎，怎么了？扔鞋、啊，这还得给你搁好了，恭恭敬敬的把鞋放好，好吗？哎呦，好吗？这是，哎，这只脚，嘿，你连站都站不稳，哎呦，好好，能这么放吗？怎么？哪儿那么些穷事儿去？行吗？知道了吗？进去吧，是吧、啊？当客人吃完饭以后，啊。你就一直跪在这儿，客人吃完饭以后出来，怎么的？找着每一双客人的鞋，啊，穿上。哎，干嘛呀？一只手啊。哎，哎呀，你这是做苦役容易吗？我，你说说。提呀、啊，你这脚太肥了，你这真费劲。哎呀，给人一。穿不穿？你再给我，你这来穿，快点，往前够啊，往前走，快，我给你蹬，快往前够着点啊，往前够我就滚，来，哎，走啊，你看，好啊，好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、哎、啊，刚才差点给我周下去，是不是？好，跪呢，那不还差点呢吗？就在这等着。听见没有？行，知道，行。面带笑容。我要不是欠你们家租的，我跟你说吧。你要不是欠我们家租的呀，我也不能这么对你。我多的伺候过这个呀。行了，那边好没好啊？这个准备把饭拿出来吧。瞧你那德行，是啊？去，我说那个他们的德行是做饭做那么半天。我也觉得他们的德行不怎么样，嗯。看我们四个多么帅气的登场来了，耶！哎，这人怎么这眼神？是，特别像咱们的演员哎。我呀，我他们说我上一期太高调，这期呢让我演个三。跪那儿了。对，这期我成三孙子了，你是真是长远啊！你这人吗？哎呦，你干嘛呀？你这伺候你们啊？起来吧，你坐那儿干啥呀？进屋得脱鞋，这是我们这规矩。大家都要脱鞋、哦、脱鞋、哦、我坐这儿是个迎客的，你知道吗？可能是因为上一期我太高调了，一直是以角儿的身份，然后他们说这一期我得低调点，反正这两天有点懵。真的呀？所以你们以后都多提携我。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谁想弄我呢？嘿，来来来，扶好扶好。这您这姿势不太雅呀，稍微。我这姿势挺雅的。哎，你别把袜子给我撸出来。行。给我袜子提提啊、哎！你的跪姿太妩媚了，跪好吧？太妩媚了吧？跪横这膝盖也没给我个护膝，你看。行，来那只姐姐，扶好。你看我的袜子都没绳了。哎呦，好！您这多长时间没洗了？这袜子都硬了。是我刚换的，你刚从快进去，快进去。啊。
大爷，我给您脱鞋。你这我多不好意思，你看，你看，来，那给我帮你拿帽子吧。我给你拿着。来，这还动什么手啊？这有手，哎、长手都多余了。你是从这儿砍了，应该。哥，你这、哎、你好像还有点、啊、还有点愿意。不，我特别乐意、啊，真的，我太乐意了。哎呦，婵娟老师给我脱鞋、哎，一辈子只有一次呀。没事，您要乐意，我以后还给您脱。哎，那非常非常乐意、哎。我就是您的欢喜虫。那就麻烦您了。哎，好好，您客气啊。哎呀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哎，别客气。哎呦，来来那只。哎，好嘞。哎呦，啥叫话题全部脱掉？玩去吧。还有谁？还有人吗？辛苦了啊！导演们过来，我给你们把鞋脱了。啊，拜见大人。嗯、啊，你们应该先拜见华阳侯。拜见华阳 侯。侯爷，侯爷。这样的手势从何而来啊？啊？在我们现在应该是这样，明白了吗？哦，这样。拜见华阳侯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亚唐侯。亚唐侯，亚唐侯，好熟悉的名字。对大人呢非常钦佩，今天特此到侯府上，我也想一睹郡守大人。郡守大人，有雅。谢过呀。啊，大家请入席吧。哎呦，这确实是，坐下吧。跑一天还真有点累。嗯，坐下吧。谢谢。我叫手下呢，备用了一些帛石，都是蜀地风味，以为大人们和诸位们，治水辛劳。来人，上菜。是。哇，你们府上的姑娘都好漂亮啊。宝哥，哎哎哎哎，宝哥，哎，辛苦辛苦各位，她是个老奶奶了。那大王，大王您好，大王。这鱼你们闻闻，特别香，特别香。你就是用那双拖鞋的手给我们做的鱼吗？对，不是，那会儿还没拖鞋呢。如果华阳侯还没有动手，你们就吃了起来，这可就是没有礼数了。大王你尝尝我那鱼。我吃饱了。嗯，华阳侯说不吃了以后，我这手上还有一点肉，我马上就放在这儿了，没有注意到吗？嗯，失礼了，我完全不懂，不好意思。劝劝华阳侯，让他继续吃，他再吃，他再说吃饱了，我们就可以吃了，好吗？侯爷，吃吧。我吃饱了。非得要人家喂你呀、啊！来吧，吃饱了，吃饱了，我吃饱了。哎呀，吃饱了就吃一口吧。我吃饱了，吃不吃？我给你吃不吃？
我。大人，大人，您的属下对我们侯爷如此无礼，这是有点。侯爷就喜欢我这款的野蛮女生。野蛮能看不出来是女生啊，姐姐。没事。不，你姑且不论他的方法如何，他吃了嘛，是不是？侯爷，再吃几口吧。我们真是想在你这个华阳侯府里多吃几口饭菜。听人劝，吃饱饭。那好。侯爷又开动了，可以吃了。侯爷，华阳侯。洗手了吗？当然了，那必须的。今日有美酒，有美食，您要不再多吃点？不吃了，撤下去吧。腿都麻了。郡守大人，我一直听说你在忙于治水，废寝忘食，哎呀，可是太辛苦了吧？嗨，治理好水患是李冰毕生所追求，他不觉得辛苦。我专门请来几位武技来到本府，请郡守大人欣赏。可是我还是想跟华阳侯禀报一下治水的事儿。郡守大人，觉得这几位武技如何呀？好了，诸位，让我们一起来感谢华阳侯，今日好酒好肉招待我们一行。华阳侯，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李冰打算不再多占您时间，准备带着属下回去了。郡守大人，你这开凿尖山引水，这尖山可在本封侯之地这侧，坏了我们侯家的田地风水这是小事，如果坏了大江的风水，这蜀地两岸的百姓可就要遭殃了。华阳侯您多虑了，李冰治水也是遵循古法，先有大禹治水，后有鳖灵治理大江，哈哈，这都是福泽蜀地的良法嘛。再说了，李冰本人也略懂天文地理，你看剑山呢在华阳侯封地之侧，恰恰挡了您的风。那这么说，我倒要感谢大人。那倒不必，现在我们把剑山打开一条口子，把水引进来，灌溉了侯爷家的田地，这不是替您改了风水吗？水是什么呀？水是财呀。我自有安排，本侯也有一个治水良方，明天请四位一同前去。那咱们明日再见。不远送，管家送客。欢迎登录独家视频平台爱奇艺观看节目完整内容，每周日20点全网独播，爱奇艺 VIP 会员抢先看一周。
洪水兮渔父运生，为尔作神，将神显灵，显灵。神婆，这是神婆。这是华阳侯家里养的大巫，年年有祭祀，都是由他主持的。这那时候都迷信，我们现在讲科学。妖魔鬼怪，妖魔就不下雨了吗？他们污秽之身，带狗屎球。什么球？什么球？今天你们必须要完成一个任务。什么任务？敲。那什么？狗屎。今天你们必须要把这个狗屎串给做好了，挂脖子上。挂谁脖子上？完事了。就是狗屎的东西是辟邪的东西，真狗屎，真恶心，重口味，真狗屎，哎呀，你就快点吧，把这个狗屎串成串儿。哎呦我的妈，你们爱吃串吃串，我又串不了串。要不你示范一下，你示范一下。这段我告诉你，到时候都播不了，我告诉你。这那玩粑粑，那替谁能播呀？你不扯呢吗？那名字那是粑粑，哎呀。你这个菜园可鲜了，玩粑粑你这得串。行，我串完了。好了，闻一下，可香了，你。嗯，好吃。这饭怎么吃？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，我对不住啊，没办法，我挣人钱了，没办法。行了，都穿完了不是吗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走。哎呀，哎呀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不带，你走开。不要这个。带吧，我做都做了，给你精心做的。好臭的。你精心做，带。走，挺好的。不要客气。快！丢了，快一点！我跟你们讲一下子，这个狗屎球呢，还不是说给谁能带的，它是辟邪，是为了你们好才给你们带的。赶紧走！激活人！激活人！激活人！什么意思啊？本侯也有一个治水良方。明天请四位一同前去。好，华阳侯，我带他们四个人应下了，那咱们明日再见。哎，乡亲们，这个为保蜀地之万世平安，华阳侯特意要在今天选出一个活人祭祀江神，尔等都是这个开凿剑山的罪人，所以今天的活人就从你们这里边选出来了，听见没有啊？
这个太过分了，要治水是为什么？为了救人嘛。那你为了救人而杀人，这不是本末倒置吗？我觉得这是根本就不可以接受的东西啊。就是完全就是巫蛊之术，就是一种封建迷信。祭司大人，您看看哪一个合适？看那个史诗上肯定是祭童男童女，我觉得他合适。来来人，把这个绑起来，这个。不是那怎么行啊？不行的，你们这封建迷信，哪有大祭活人呢？上人，把这个架起来。怎么回事啊？不，你们干什么啊？大祭司定了，就是这个。不了不了，那做什么？起来呀！可以。不行，说到了定了，活人还是会下雨啊。不行，开玩笑，哪有让活人祭祀的？同和呀！我的妈呀！救命啊！在李冰之前，面对岷江连年的洪水泛滥，水患不断，蜀地人民常常束手无策，只能祭拜天地，祈求神明。更有甚者，进行活人祭祀，祈求风调雨顺。在当时，大肆的祭祀活动不仅没有改善灾害的发生，更是给百姓的生活和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。大祭司，用活人来祭江神，这太愚蠢了。这是天注定，天意。救命啊！郡守大人，救命啊！你现在开山放水，这已经惊动了这个江神。华阳侯，你听我说，我本郡守没到蜀地来之前，没有人开山，没有人动水，是不是？你们是不是年年该发大水发大水，该旱还是旱呢？该涝你们是不是年年都用这个大巫师来什么活人祭啊？这个姐姐年年来给我们念这个经。祭司大人，这说明你原来这个祭司的方法呀，人家河神早就不满意了，有点道理。我跟你说吧，你现在把一个活人给推到江里头去，过不了数月，这人就腐烂了。一句这个腐烂的尸首，他能高兴吗？郡守大人，那你有何高见呢？我听说那边有一块大石头，是原来先人路过时候留下来的，咱们把那块石头给打成人形，然后给它沉到江里头去，永远不会烂，永远不会烂，对不对？这事儿我没有听说过。要不然您让祭司大人给沉到河里头去，让他跟江神去对对话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把祭司给弄河里头去，走。你去跟江神对话去。我同意了，姐，你下去，等等，你下去跟他们赖了，等等，你下去跟他们赖了，下去念经去。你刚才的方法很好，非常好。你听见了吗？那把我们的人请回来吧，退回来，不要杀他，不要阉他了。给我退回去了，快点，不用阉我了。来，华阳侯。请你批准，我把山上那几块石头找工匠给它凿成人形，好不好？这种方法可行？一定可行的。实际上，为了观测水位，李冰特意修建了三个石人立于水中，通过观测水淹没的石人的部位来反映水位的高低和水量的大小。至此，岷江水流入宝瓶口的水量得以有效的观测和控制。哎呀喂！哎呦喂！哎呀，把裤衩子又湿了。那可不嘛！救回来了。感谢大人。那本郡府就向各位乡亲们宣布，从今之后，用活人祭大江这件事儿，再也不会发生了。好，乡亲们，我李冰向大家保证。一定治理好大江，让我们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。谢谢郡守大人。宝瓶口的修建并没有彻底解决水患，所以修建一道能够合理控制水量的工程迫在眉睫。李冰就地取材，以当地盛产的竹木卵石为主要材料，创造出具有都江堰特色的传统水工技术，竹笼、蚂蚱，成功截流江水，为控制水量的关键性工程鱼嘴的修建奠定了重要基础。咦，
二一，一，二一，一，二立定。一，二，正想跟你们一起商量。是，你们来看看，嗯，这个大江里多了什么东西？宝瓶口。几个木头。自从咱们把宝瓶口打开之后啊，大江的东侧和西侧，现在已经发生了一点变化。什么变化呢？看见了没有？郡守大人，哟，郡守大人，管家，你怎么来了？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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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。嗓子犟也不让睡好，他就给俺们呼弄起来，也不带让俺们来干啥嘞？干活来呗，还能干啥呢？哎，郡守大人，是这样，我们家主妇说了，您呢治水太辛苦了，嗯，然后怕您人手不够用，把我们家这四个苦役呢发到您这儿。我本来以为啊，华阳侯是派人来监视我们的，闹半天你现在给定位定准了，叫苦役是吧？苦役，苦役啊，好好干活，记住了啊！有什么脏活累活，您就只管吩咐他们做。啊，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大江两岸的一个地形地貌图。哦，因为每一年西边是被淹，东边是旱，我们打开了宝瓶口之后呢，有了一些改观，水现在已经开始往，啊，已经有水过来了，往那边走了。对，但是呢，没有做到根本的改变，只是有一小部分田地得到了灌溉。我们输了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堵，要疏堵结合。我们现在做了很多这种小模型，叫蚂蚱。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叫蚂蚱啊？它就是叫蚂蚱，就是叫蚂蚱。蚂蚱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截流装置，是都江堰常用的河工构件，三根木桩用竹索绑成三脚架，装设平台，平台上再放入填好卵石的竹笼，变成了都江堰应用最广泛的截流装置。直到现在，在都江堰依然随处可见竹笼蚂蚱，他们为都江堰的修建立下了不朽的功劳。要把这个东西放在这里以后，你看水照样还流，怎么办呢？要把木板放在蚂蚱底下挡上，然后呢我们用竹笼装上石头，嗯，把竹笼再放到底下，是不是就把这个水给它挡住了？减缓水流是吧？啊，堵上以后我们的水是不是就顺势就会往这边流啊？是，对不对？对呀，是。竹笼是都江堰历史上出现最早应用最广泛的水工技术，相传为李冰所创。史料记载，李冰在创建都江堰时，破竹为笼，以石石中，垒而拥水，竹笼填石，被用于护岸、拦水等。这件事情可以这么定了。行，就这么着。好，你带他们去做竹笼。我本来是送你们来当苦役的，我现在也成苦役了。让你舍不得给我们打车。你们在和管家的干活中，管家的这个身份在我这儿没有了啊，没有了，跟咱是一样的。你们可以管他啊，苦力头，苦力头。哎呀，一路走好。你也成三孙子了，你说吧。一路走好。来，你们把这些木头搬到那边打靶去。什么？搬，把这些木头搬到那个河里去，搬到河里面去做蚂蚱。嗯，做蚂蚱。做蚂蚱了没有？就是把这些木头全部搬到那边去做蚂蚱。我们要搬几个呀？要搬六根，搬六根。六根啊，六根，来吧。好嘞。我就劈竹了吧。哇，开了开了开了。哎呦，这拔都拔不出来了。哎呦，对吧，对吧，看看吧。哎呦，给撕开呗，咱俩。哦，学点儿。哎呀，学学呗，砸我脚干啥呀？前面这段，你看这段一是一大一小的，看到没？防护均匀，它能使，它能用。到我这块又给弄成这样了。
到手了，完了完了。哎呀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！不，那没事，它崩的，它就是，它竹子合上了，我行不行？没事，要不行我陪你去医院吧。你们先干，我陪宝哥得去趟医院。不是，这得打破，走吧走吧，这得打破上。行吗？行了行了，好，不去医院啊？不用不用，就这一次机会了。嗯呢，错过。嗯，真是太难了，这个活真是太难干了。站这边。可真是从有经验当中才能干这活，没有经验你干不了这活。我刚才我试了几下，包括那刀，我在那旁边坐那会儿，我下那刀往下砍那竹片那会儿，很难弄。哎呦，得过水是吧？还要过水吗？咱们找个水浅的去。所以真的要下水啊？找我给你们找一个平坦一点的地方走啊。就前面嘛。哎，那有个人。哎，我们这把木头放下来，那个放下来，放这边，哎，推过去，走，推过去。哎，这是好，这个方法好。哟，磊哥你好聪明啊！往这边，好，我先扶，我先陪你，你们先去，我马上过来。哎，哎，哇塞！放这，松手，哎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放在这儿，来吧。去哪里去？行，我们下一边了，还是走里面吧。走。你看，他们已经在削竹笼了。我们这活老难了，你们这命。我们这好沉的。啊。小朋友别。没问题，我跟你合影没问题。你干啥呢？别在我们道里跳，道从后面绕。我们干活这耽误事儿，你不知道吗？别走我们条路啊，扛，别走我们条路。啊，就这根可以，这根可以。我们拉了一个那个帮手来。我们仨人搬一个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觉得可以。然后完了，我们俩搬一个。那雷哥你跟我吧，我跟你，咱们俩来上肩吧。二三。来，你俩搬一个，你俩先走。对、okay, ，好，走，好。雷哥，你带头啊，我跟着你啊。OK， 你看这脚底下啊。一、二、三，走。去把那边绳子拿过来。好。啊，这个拿过去、哦，就够吧。啊，那就他们儿那边师傅用。哎，我们的劳力呢？张凯，来，小心啊！下水，下水，下水，给他并排，咱们一块推过去，这样省时间。来，哇，亏得我的胯比较开，哎，我去！这个方法太赞了 ，Hello， 我的裤子全湿了。我的小内裤都湿了，过不去，那太浅了，根本推不动。我看过了，那一人弄一根吧。海哥，后面还一根呢。哎，哎呦，哎，把木头抬过来，扛在这儿就对了，走。正好，师傅来嘛，开始震。好嘛好嘛，咋震？来给选三根比较，大小一样的。他说什么？选三根大小一样的。大小一样的三根。嗯。然后做这个主的那个马叉，这个三那个。做那个三个主要的那个，就是那样的立着的那个。来来来，哪三根一样粗的？抬过来嘛。一，二。三，为什么要抬这个？要大的木头，大的三根大的，往前往前来，一二三，对齐了，往前推一点，拿上一根绳子过来，先把这上边把它接上缠上，然后怎么缠？你等一下让师傅教。
让师傅教。怎么缠？大概在什么位置？怎么缠？用什么？先给你们做过这个示范。示范。哦。然后就是，啊，这个就直接缠上就好了。别，对对对，不是，你先让师傅做一遍，你再。师傅就说直接缠上，没有。肯定不是这么缠，你要不要从这儿过来一下？这儿留一头，这绳头留着，待会儿打结用的。待会儿打结这么系的嘛。这个太短了吧？这样太短了吧？够够，你那头长啊。缠那一头，刚刚是不是往后面缠了？就这么转吗？就师傅没让打结，你就别发挥了。你最后不打结，你怎么系上啊？你让师傅先教完我们再实践，不快吗？不是，师傅没让把这个放进去啊，问题是。你最后肯定要打结的嘛。打结那就把它留出来就可以了呀。现在不打结了，你把那个绳子缠完了吗？缠了嘛，快点，师傅说把它缠去。这么你就听师傅的，你就别发挥了。你听师傅的，师傅说怎么弄咱就怎么弄，他说没让弄你就别弄就行了。这样夹，再夹，就这个。一共要几片呀？要六匹啊。六匹啊、哦。这个经常看到，但是很少自己操作。今天第一次。这也太难了，这不可能啊！啊？这巨难编，我天。哦，这样斜着来啊，转个大圈，它隔一片，然后把它插进去。啊，盖过两片吗？啊，盖过的，这一批在下，只要拿这一批。哦。哎，你这就做多少年了？50多年呐！哇！就大的手啊，真的是，完也没有奖的，也没有多少奖的。然后你看，哇，这有。有它就是肉厚，这还是这就是珠江眼的猪笼，再来你们自己来起一起头、啊、来来学一学学学。猪笼的使用呢，其实是我从小就看的，但是用手上去感受呢，还真的是第一次。编织的难在于，它有一定的方法，过程中呢又容易割到手。妈呀，手上扎刺儿了！来来来，你先帮我，帮你系，快点，待会儿手肯定受伤了。没事。你包住，来。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是不合格，然后慢慢都弄了好久。就是我觉得传承很重要嘛，到什么时候不能丢了这手艺，就即便现在我们可能已经用不上这些了，但是也一定要有人去往下传它。来，俩人拽一下，拽一下，拽紧一点，要不待会儿出事儿了容易。啊，我来拽，来，我这边拉住。OK， 好，可以了。一边拉是不是还要把底下分开了？做支点啊？对，来吧，来，你们去那儿吧。我先跟他们说一下。师傅、啊，你这样帮我们，我们就是违规的。不，你先让他，你干脆、啊，你先告诉我们怎么拉。坐在那儿，你先让他，先告诉我们怎么拉。坐、啊，我们就按照你说的方法。别说，让师傅先说，先用两个人、啊、把这个绳搭上，然后。一个人把这个按上，一个人左耳慢抽起来，两个人拉，一个人扶，一个人推。对 OK， 好，这样先把这个头往这边挪一点，要不待会打开这边空间不够了，往这边移一点。好，等一下，往哪儿？对，好嘞，现在差不多。来，一，不，你别踩着，你把底下不，他是两个人踩着的，一个人拉着 OK 了。对，没事，踩着啊，一二三，走。转脚，一二走，哇，一二走，一二走，往后走，小心，
小心扶住了，下次支点啊，张凯你注意。我扶住了，我扶住了。一二走。但现在三角要岔开了。然后你们弄师傅。好，小心。对，你们三个人，三角注意啊，先别动啊，先别动。一人抱一个，一人抱一个。没事，我。一人抱一个，一个人抱一个，一、二、三、拉。有一，别都动，别三根都动。对，你那根别动了。对，那根别动。好，你放。放，拉开一点，放。好，往你那边倾斜一点。往我这边。先动我这边。嗯。哎，好，再来，好啊 ，OK， 好，这个怎么量啊？我看看，啊，你大概目测一下 ，OK。我这不行，这个还不够，冯雷，这样。差不多。你手目，你手臂量一下，丈量一下，三个跟你的手一边长不就好了吗？不一样，不是，他是那边摆一摆，他是这样，你这样。你那是要一个这样就可以了，要一个等边三角形，你这叫等腰三角形。你现在底下还不够呢。这根木头的长，哎，你真够犟的，你比划呀不行吗？你就上这儿来，你站着两天。来，等一下别动啊，我们这样子不行，我们雷哥你负责发号施令好不好？我告诉你啊，不是你三个要一边长，你看你短的。闭嘴，听我的。来，听着，我们听雷哥好不好？张凯，把这根木头拿过来。是，咱们俩把这根抬过来，都别动，站着别动。张凯，咱俩把这抬过来。现在听雷哥的，我们就一个人指挥。别动那个，那个别动。你这个太宽了，那是斜的，你们听我说完了。我们这样好不好？我们这样子花太多时间在吵架了，我们让雷哥来发号施令，哎，你也当雷哥也行，就这么定了啊，按我来，我这个好好我就学这个一个发号施令。为什么按你的来啊？几何代数我一直是满分，你听我的啊。你代数满分，你问题是你现在这个是歪的呀？不，他年纪最大，听他的。你自己看一下这个，这两边铲那么开，这样为什么？只要这边，我跟你说了吧，一下就摸到了。我不跟你说了吧，那根木头再拿过来就知道了。咱们反正要在这摆，先把木头摆好。我现在告诉你的是，这个卡的太开了。移回去一点，你的意思？再拿一根过来。我的意思是要不然就把这个拉开的，要不把这个移回去。是，再拿一根是吧？那儿拿一根过来，拿木头一量就知道了。对呀、啊。你拿木头一量不就知道长不长？放这儿。你还用木头量？你手一放这儿，你哎，好吧。那边再比一根就可以了。你看，明显的这个你摆不了，三根都摆一块再说。你这别说，再说你眼睛一看就知道这个长很多呀。你有木头，有尺子，你拿过一量就知道了。师傅都说了，这个要抽起来，听师傅的，听有经验的人的。把那根先拿过来，听我的。把那根先拿过来，再挪。听有经验的人，你又没有绑过这个。好的。好。这样行吧？行，可以。听师傅的。好，哪一个雷哥要做主都可以。我做主，我们听师傅的，师傅说怎么弄就怎么弄。他有没有绑过木柴 ？OK， 哎，现在看，现在你看底下这三角形哪一边收不就明确了吗？你为什么非要用眼睛目测呢？用手测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这样不更准确吗？啊，这样也可以，但是他们三个是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是歪的呀。好吧，不说了，来吧，继续，来。冯雷哥是金牛座的，我也是金牛座的，然后我们两个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，只是先后顺序不一样，方法不一样。哎呀，但是我当时之所以声音大，主要是为了想尽快的加快那个速度，如果再聊天再扯的话，那个时间就慢了。所以到最后还是以小雷的决定为决定，他来指挥，我们大家听着他的话，把剩下的啊三角形调到一个对的程度，然后一根一根的木头架上去，把这个蚂蚱架起来了。架子搭起来以后，就第一反应 ，OK， 我这次穿越是完成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做了当事人也在做一件事儿，而且我也能够做得足够好。把这个蚂蚱建好了，绑好了，这个是最终的一个目的。所以过程当中发生口角，发生争执，发生方法的不一样都很正常。哎，我们两个金牛座真的太固执了，一个要坚持这个，一个要坚持那，要相信智商，相信智商，我要相信2000多年的经验，智商拜托。我这绑好了。凯凯他说师傅说人是可以站上去的，应该可以吧？你抱我上去一下。来，上，万一塌了就前功尽弃了，行不行？好，那，可以踩几个人在上面，师傅？你们四个都没问题。真的假的？上。我不上了，既然已经证明没问题了，我们就别自己毁自己了。四个人都没问题，上来，来。
来来来，不动啊，来，上。哇，谢谢凯哥。哎，上你上。我快180斤啊。你试试啊。这个洪水来了，可是比这个重量重多了。苍天老爷呀！来吧，那张凯，你把磊哥抱上来吧。哎，这淘气。哎呦，搭一把手。哎，这我们四个人弄起来的。哇，好有成就感，是不是？来，一二三，绝对毛根问题。耶！哎呀，最后一点了。哎呀，行，小宝厉害，我们都快成功了，我们肯定赶在对方的前面了，行了，装太有成就感了，这个别了，第一次干这会儿，也可以贴地的，可以往那底了，好，我们把它抬过去，好，石头，光石头能没有人，这要少一会儿，大爷你经过今天你跟你的在一起学习，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。这种传统手工艺，你学会了，真的是太难了。看着非常简单，实际上非常非常难，而且又带着很多的危险性。来，跟镜头把它展示一下，来，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顺序，看到吗？它一个呈螺旋状，不断的往上盘的一个过程。然后呢，一个一个的叠压，压一个让一个，让一个压一个，是整个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。电视机前的观众，你们去感受一下。你想想几千年前的人类，你说多有智慧、啊、我们还得去装石头啊，在那边呢，在那边装石头，石头装进去以后，这个竹子才能挡水啊。来了，做好了，来了。不是你们这什么呀，真的这个弄一蝈蝈笼子，就做那么个玩意儿，做了这么长时间，这也太小了吧，还没有一个木头长，你看这一大蝈蝈笼子。刚刚的任务当中，郡卫组做蚂蚱已经先结束了，然后现在我们需要所有人一起帮着郡卫组将蚂蚱下到水里，这是今天的第一个任务最后一步。不，他是这样，我解释一下啊，不是说所有人帮着我们郡卫组，是你们要把这个抬下去，我们帮你们。行，帮我们抬吧，走吧，来来走，我们帮你们抬。谢谢啊，谢谢啊，来吧，来，来来来，我在这儿。一二，加油！好了，迈走。对，一二，起，走。慢点。哎呦！走。最后大家一起把它抬到水里面，其实我们今天放的那个位置是不太对的，就是为了这个快捷一点，所以呢，我们刚好留了一个口在河岸边。坚持，哎，坚持啊！走到下头，它那个地。它那个水下面是斜的，斜的那边呢，站在岸上的人感觉不到，但是我们站在斜的地方下去搬蚂蚱的人，尤其是我嘛，后来整个人都滑下去了，还蛮可怕的，一踩滑了就整个往下陷了。哎，小心，先别动了，你先出来，我出来被夹那儿了。它那块水很深，然后另外人多，然后又乱，当时小磊滑一点就被卡在木头当中，啊，当时给我吓坏了，赶紧给他拽出来了。就是因为这种情况下还是得注意安全。一二，往后退，往后退。OK。哎呀，走了。下去了，还需不需要调整呀，师傅？往下怼点。那边卡住了，那边也到头了。二三，走。好，行了。行吧。下蚂蚱的时候，那一瞬间就觉得哇，自己和团队的小伙伴。干了一件好了不起的事情。各位，在今天制作蚂蚱和制作竹笼的体验当中，你们完成的非常好，所以我们决定奖励你们现代时间。哇塞，我们蚂蚱还出洗手液了，怎么每一期都会出那么多东西呢？洗手吧，凯哥。好，洗个手。我这个真的有说良心话，真的味道不错。这什么？你还往刷刷酱不好吃，别刷酱。他有喜欢吃酱的，嗯，我喜欢吃酱，你们不喜欢吃酱的时候，没有，我都给刷上酱，你不是不好吃吗？你就别吃了。你瞅我这个能好吃，这个能好吃，你们都不会烤。苍蝇蚊子感应一下好不好？他们配吃烤串吗？他们都不会吃。
哎，我们要是通过亚堂小超要点啤酒什么，他能送来吗？应该能吧。上回那个时间。啊，好。哎呦，这个我们才刚刚按下去啊，一秒钟就太快了。你是亚堂小超人吧？好。亚堂小超被控制了。马上来了。哇，你太快了！我才刚下单呢。我们还需要一个。哎。我还没下单呢，你能来猜猜我们要什么吗？太神奇了。竹笼蚂蚱的使用成功截流岷江水，为鱼嘴的修建奠定了基础。然而艰难的工程耗时日久，加之岷江的大量泥沙顺流而下，治水成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。华阳侯趁机挑唆百姓拆尖棚、砸竹笼、毁堤坝，李冰治水的进程遭到了空前的阻碍。砸砸砸！砸！砸！干什么呢？谁惹了大爷的？干啥的呀？干什么？快制止他们！制止他们！让他们都停下！都停下！说你们干什么呢？哥们儿，哎，干什么呢？都停下！咱有话，咱慢慢唠。哪儿了你？到时候大爷来了。侯爷让我们来的。侯爷，华阳侯啊？对。为什么要砸我们尖棚啊？都是因为你。因我什么？我们侯府的农田全被淹了。淹？怎么用我们大王说话呢？为什么淹知道吗？是因为今年的雨水太大。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会淹。管他了，雨水大我们农田被淹了，怎么了？是这么没粮食吃了。淹你们一家幸福千万家挺好啊。好吧。是。别跟他们废话了，走。是不是这么个事儿、谁干的、谁不讲道理拉回来。来，停下，去把他拉回来，给拉回来。哎，兄弟，有话慢慢说你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！哎呀妈呀，把棚子，哎呀，强拆呀！把他们带回来，你过来。有没有王法子？这日子怎么过呀？你说你把那房子给我说拆就拆了。过来，我告诉你，你想干嘛？你回去告诉侯爷，今年的水大。原因是因为雨大，这更要需要我们来去研究一下，怎么治理河道，怎么在雨量大的时候、洪水大的时候，能够平衡这个雨水，平衡这个江水，懂了吗？我们娘都没来，说这么多有用吗？听着，我问你，从我们开始治理这个水患以来，以前你是年年被淹，现在被淹过几次？偶尔被淹一次，你们就来砸棚子呀？啊？反正是侯爷让我们来的。你回去。给你们侯爷带一句话，啊，现在不是需要砸棚子，而是需要我们更冷静的来思考，怎么来治理未来雨水大的时候的水患，懂了吗？你自己去和他谈，话我给你带到了，行不行？我自己去谈，我就派一个人，我派一个宋小宝就能把他给谈趴那儿。谈猫我还得，而趴那不算，趴那不算，而且他嘴还得冒沫子。我哥谈的老厉害了，就这个，你看见没有？知道我是。什么官职吗？话给你带到，行不行？你放我走，好不好？你要是这么嚣张的话，连你们华阳侯我们都抓。来，小宝，给他讲几句道理，让他走。回去告诉你们老爷，你们老爷是光荣的，只要你们老爷不吭声，幸福我们千万家淹了你们一家。如果你们老爷吭声，今儿你们老爷正睡觉呢，我要把水用水把你们老爷给冲走。别撸胳膊挽袖子啊！哎，对，垂手而立。行，转头走吧。好啊，快点，一路走好啊！走了，一路走好。走吧，走。哎，你们怎么这么容易就把他放走了？多给他讲点道理嘛！昨天晚上你那酒都白喝了，你跟人瞎喝，你喝的酒给人摆平啊！吃饭的意思，这番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呀？我怎么都没听明白呀？昨晚上你不去摆那个事儿，这都是现代语言。这不是你们家华阳侯把我叫去的吗？我们家你昨天还是属于华阳侯的人，你是他们家的人，我是你来这的人，我是他们家的人。
我今天来，不是 我都已经来帮你们了。你什么叫帮我们？哎，你看到我们治理这个水患这个事情，我们辛苦不辛苦？我也参与了，我也参与了。你参与了，你知道辛苦吗？我懂这道理，别跟我讲，你跟昨天晚上那不说话老头不爱吃饭的老头跟他讲去。那你在他们家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跟他讲点道理呢？在他们家的时候，他捞着让我跟他说话了吗？天天就搂小喇叭睡觉。人家他们他最底层，说不上话。那好吧，既然这样，咱什么也别说了，咱们到那儿去好好研究研究，咱们下边咱们该干什么？嗯，你对我们几个走过来就没有什么想表达的？啊，我们来就白来了。我们要一个身份。现在开始啊，你正式加入我们，加入我们李冰治水的，我这个治水的队伍。好，好，宝哥，嗯，我觉得这样更适合你，这样的。一会儿今天晚上我再打回去。以后你们就都跟着本郡守一起彻底的治理蜀地的水患。来吧，来吧，我们到沙盘上去走。你看你那个红云打的啥样？去哪儿找啊？这么大的森林。你是谁啊？从哪儿来的？别动啊！别动！别动啊！我没有，他自己卡在树上了。你好。你们找谁？我们找大雨。我的夫君在治水，都十几年没有回来了。听说你们要向我学习治水是吧？哇！首先要学会吃苦耐劳。啊！哎，我们这一路上经历了很多事儿了，一是坚持，二是合作精神、团队精神。你往后退，往后退！我不能送他，叫我坚持住吗？他只要不坏，我就背得动。再救！你们的精神打动了我。感谢独家网络视频合作平台爱奇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